小猪蒙面街交为何喜欢整形女？小猪罗志祥啊，很好认啊，因为啊，跟之前被活逮的女友周扬青在饭店睡两晚的伪装造型一模一样。苹果昨早在淘机，等到小猪准备前往南京。你是小猪吗？最近南京工作吗？苹果日报。哇塞，这头是比猪女友天然一百倍。这不是重点。是去南京工作吗？对。哦，是去录那极限挑战吗？不是哦。可以透露什么工作吗？商人。会跟女朋友周扬青碰面吗？还是去工作的。透露一下啦。花花对女朋友满意吗？拜太早了，拐个弯又遇到啦。我没有传他整形哎，你会不会介意啊？喜欢他哪一点啊？可是你讲几句话啦。啊，不是要商演吗？碰一下。我们打算几岁结婚？因为年纪也差不多了。几岁？三十已经过了。是吗？新家女朋友去过了吗？要提到关键字女朋友，小猪就完全没反应。等他入关，还有苹果机场记者等着呢。刚才说杨庆华，你们什么时候把他列为说那个结婚的对象？谢谢，辛苦。然后再冒昧请教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就是说有整容过的呢？小猪可能又要去匿名微博给女友羞羞啦。饭店睡两晚被活逮后，盛传是小猪的匿名微博po文，来哈个给爷笑个好不好？乡民一眼就看穿你是罗志祥对吧？也帮忙安慰，其实那妹子挺好，很励志。回到现场，就在准备打完收工的 moment， 巧遇跟小猪有关的 MP 魔幻力量。那待会有商演？商演是跟小猪同台的吗？不是吧？小猪前绯闻女友安心亚的前男友嘎嘎嘞，是跟之前回复的一样，他现在就是现在的前男友。对啊，谢谢，我没有打飞机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慢走不送哦，拜拜。